家好，我是郑林。这么小声，我们今天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啊，拉蜘蛛的阿牛。去姑姑岛是吗？我们今天是不是去姑姑岛？对。耶。耶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跟我的家人去姑姑岛，什么州后的叫什么姑姑岛的地方，我也不懂什么啦，对吗？对啊。喂，肮脏哎你。还可以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等下见吗？来关关可以吗？盖起来，把盖起来，盖啊，走走，盖起来 ，Yes， 对。来来来，二哥带你，快点呢。二哥带你。二哥抱你。看哥这样，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。嗨嗨嗨！我特地讲啥？哦，漂亮哎！好漂亮！静静，你看这边很漂亮。二哥坐这边，不要跟你坐。哇！二哥不要跟你一起拍 video。喂！我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，给你们看。你们有看到对面那两个屋子吗？这两个屋子很漂亮哎，对面这个屋子很漂亮哎。哇！哇！所以我就已经到了这个姑姑岛啦，州后的一间什么姑姑岛，我也不了解，我真的也是不了解什么地方。啷个是？哦，带你们参观一下这整间家，这里是可以唱歌的地方 KTV， 对，然后这边是房间，我睡那边上面，然后这里呢就是很普通的厕所。对，很普通的厕所。再走出来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房间。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介绍完了，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。就这样，我不懂在讲什么哎。现在我下去楼下吃饭咯，耶，对，我要来吃饭，因为我是吃货，我是超级吃货。这个他有这个妹，每天加班加班加不是不厉害，是你丢的不好。他一个都没有丢到，他不爽了。你看他跑，他不爽了。三个都没有冲。喂，厉害哦！再来，再丢，最后一个。哇！哎呀！我擦到了。
爷呢？咦呀！我走了，拜拜。我不要管你。走开，走，走开。走开。不要打我，走开。走开！起不了。啊！啊！刚刚才上来而已，现在又要下去骑摩托车，我不会骑耶，我很怕耶。走走，耶，走。哦，有摩托，有摩托，让我进来一点。你好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到了这里，租摩托的地方。这小孩子这样子有点危险嘞。我也不会加在这前面呐，很重要。喂，喂，喂，我是有点怕。应该好。俊俊跟爹地去到外面了。我们现在找吗？我不知道哦。你装完说要小心啊，我怕。进到外面了，喂。小心小心，我们都出来了。回去剪这个 video 的时候，一定很长的，一定要剪到半死，要剪到半夜哦。妈咪在哈？妈咪走进去了哦。外面带妈咪出来的。妈咪开始走进去了。哦。哎呦！等下你这样撞那个车。不要不要。怎么撞那个飞机前面？这么多很可怕哎！哎呀，这个是电动摩托还好，如果是用油的话，那个比较可怕。用油的摩托，这是电动的比较好一点。小心！现在是我的哥哥在，又在载着我。喂喂，我要跌了，我差一点跌下去。我可能，我不要撞那个狗。有客人有拍到我踩你掉下去的画面。这里是什么？我错了。好累。你在做梦？你在做梦？你在做梦？你看。好玩吗？看你做么多。好玩。谁在你？爹地。爹地在你是吗？对。一起哦。不要打我！这红牛很甜呢。在这边牛。你可以叫去我们那个。呀，好烦呀！甜死了。哎呦，很甜呢。我。OK， 现在就要骑摩托回去了。所以我骑摩托回去的时候就没有拍了啦，因为我手上有拿着东西，只是我拿着东西又拍的话，只是我怕我从摩托上面掉下来，所以我现在回去的时候就没有拍了啊。对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的酒店啦。我们已经回来了，哎呦，很热啊！其实骑摩托车蛮好玩的，哎，不是我骑啦，我是坐在后面啦，其实蛮好玩，只是很恐怖，感觉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。哦，看，俊俊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？你跟阿斌讲一下。我们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做什么？坐船。坐船是吗？现在我们要坐船。对，坐船，然后还不确定要去哪里啊，就看一下船带我们去哪里。捏你鼻子，捏你鼻子。啊！到了，静静，小心小心，阿达，轻松走。
あげるの。今までよく頑張ったよね。わあ、本当本当ね。那些猴，那些猴子都跑掉嘞。来 ，monkey。哟，可怕哦！哇，红树林 ，OK， 走，小心啊，这里很小哦，君君，小心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啊。知道啊，小心啊，这里很小哦，这里的路。来到了大自然的感觉。我觉得这边不可以过。对呀、啊，不可以过啊。底下不可以过哦。对呀、啊。这里的空气很好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有听到猴子的声音吗？那个不是猴子，那个是外公的声音。哦，是两回的声音哈、啊。我还是外公哎，外公刚才也是有弄。我看好了，我看好了，小心啊！你不要去想，你不要去想，痛就不会痛了。走啊，慢慢走啊，小心啊！哎，这里是真的是做新的地方了哦，之前来的时候没有这里。Hello， 你是猪？你是猪对吗？对呀、啊。没有错啊，就这个，就这样而已。Yes, yes. 嗯哼，什么哼哈？喂，不要一直碰我的 camera 嘛！你到底要碰几次哦？都是口水耶。就这样。那你有跳跳鱼？那个跳跳鱼一直在那边跳。啊，最近啊，抓不到它，它太会跳了。啊，螃蟹。有。怎么你抓螃蟹了？小螃蟹。给静静看。什么？小螃蟹。嗯。我虾。掉下去了。好漂亮。很累，没有拍录影啊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哎，猪啊！哎呦。他打开看我了，啊动了啊动了，四脚蛇，四脚蛇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，我们要坐船去那边的海上的一个渔村，就是钓鱼的、卖鱼的这样子啊，就是在海上面那是捕鱼的地方。那我们要去那边参观，因为我们这里红树林我们已经是看完了，那完全是已经走完了，就很美、很美、很美的树。如果来这里拍照是很美的啦，对。到了，有狗咬你了。喂，为什么有狗在那边？我吓到。那看鱼表演，看鱼表演。啊！哦，碰到我了！这个水碰到我了，碰到我的脸了。哇！还有哪个视频啊？厉害的！啊？哦，他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是母的噻，这个公的，公的啦。母的有大好处。母的，大好处。小威，你是说蹲？也不能。小威，妈。嗯，他生气是这样啊。他生气是这样了。他生气变成这样子。嗯。哦，他会哭的哈。咬到人哪一块都不见，他牙齿很厉害。哎呦呦呦！你不要放生气。这个是儿子，那边是爸爸妈妈。哦，八只了。嗯，对。那我们就已经看完那个鱼表演，那个鱼蛮厉害的，把东西放在那边，它还可以准准射到那个食物，然后掉去水里面吃，然后还看到河豚，嗯，蛮可爱的河豚，它的肉应该也很好吃吧。
Hello， 看来在那个海上面，我们不是看鱼，我拍的一半半没有电，然后我就回来充电，充完我也睡了一下，刚刚才睡醒，所以现在要去楼下吃 BBQ， 耶、我的鞋。嘴巴小，你看不到你啊！可能。早上。我刚才都吓到了，我吃。哦，好香啊！这个很有肉干的味道哎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啦。怎么？因为我的那个 memory 卡储存要满了啊，所以我就。拍不到明天的东西了，明天会有更多东西拍，可是我的已经卡已经是没有储存空间了，所以我只能拍结尾。对，然后我又没有带电脑，又不能存在电脑里面，所以呢，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下一次我一定会记得买第二张 memory 卡，我不会忘记的，下一次一定会拍完整的给你们看。我拍不到完整的给你们看。好了，我影片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。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喂，怎么会有声音呢？